我们是毕业典礼主持人佩芬老师，我是朱老师。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来抽空毕业典礼。又是风起的季节，那南风吹来了离别，还是到了该说再见的这一天。相信有你的参与，会在宝贝的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让我们带着祝福的心，展开笑颜，一起欢迎今天的主角毕业生进场。首先进场的是中华道敏修女会会长徐嘉文修女，以及斗南幼儿园的大家长刘树琴修女。接下来进场的是斗南幼儿园许玉芳园长。首先进场的毕业班级是绵羊班，由张丽玲老师、黄义珍老师所带领的毕业生一起进场。毕业生请进场。面对面，请爸爸妈妈帮宝贝别上胸花。宝贝，看到了你快乐成长，我们由衷感到欣慰。无论我们经历了多少的艰辛，都是值得的。愿你今后在不断探索的日子里，天天都有新的收获。请拨穗，请从左边拨到右边。毕业生请向左转，祈福礼请徐嘉文徐会长以及刘素琴刘修女为大家祈福。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，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。接下来进场的是袋鼠班，由陈淑毅老师、林秋芬老师所带领的毕业生一起进场。毕业生请进场。许多人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，但是天总黑黑。请爸爸妈妈和孩子面对面。永远陪谁？请爸爸妈妈帮孩子别上胸花。谁都要面对，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。宝贝，愿你像颗种子，勇敢地冲破泥沙。将嫩绿的枝桠。将嫩绿的幼芽伸出地面，指向天空，扬起创造风帆，驶向成熟，驶向金色的海岸。请拨穗，请从左边拨到。
右边。毕业生请向右转。祈福礼，请走向前。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，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。你的心那么脆，一碰就会碎，经不起一点风吹。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，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。由张秋玉老师、李怡静老师所带领的毕业生一起进场。毕业生请进场。请爸爸妈妈和孩子面对面，请爸爸妈妈帮宝贝别上胸框。宝贝，现在的你要开始一个美丽童话，以后的故事也许包容百味，但一定美不胜收。爸爸妈妈老师祝福您健康快乐聪明。请拨穗，请从左边拨到右边。毕业生请向左转。祈福礼，像一个吧，亲爱的朋友啊，把悲伤留在昨天锁上。记得那些我们说过的梦想，你的笑脸灿烂如花。总有一天你我会再见面啊，虽然遥想着樱花各奔天涯。岁月或许会改变你我的模样，我的思念永不放假。明天的世界等待我们拥抱它，在我心中装着你祝福的花。萨克拉萨克拉洒满青春，邱月玲老师所带领的毕业生一起进场。
进场。脸上胸花，亲爱的孩子，你现在令人羡慕的年纪，在你的面前条条道路星光灿灿，愿你快乐成长，获取你光的未来。请拨穗，请从左边拨到右边。请向右转，祈福里精神对不对？对好，那我们再一次哦，小朋友爱不爱园长？哎呀，没有被我骗到哎，真棒！好，来感谢今天的家长，然后今天的小朋友，还有我们的贵宾。我们的贵宾有谁？你们知道吗？是谁提供我们这么好的地方，让我们在这里快乐的学习？然后又派遣这么多美的老师陪伴你们长大，猜猜看是谁？谁？小刘姐姐吗？哦，错了。还有谁？哦，也不对耶。还有，再猜猜看，修女。对，修女在哪里？找找看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找到了没有？有人会说修女好。哎呀，南佑的宝宝是最有礼貌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看看哦，今天我们两位修女，一位是我们的徐会长，一位是我们的小刘修女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悄悄话要告诉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先欢迎徐会长。今天实在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日子哈，看到
这么多小朋友都要毕业了，哇，太棒了！越来越觉得我们每一个家庭啊，都是这么的温暖，才让这些小朋友能够得到很好很好天主的爱，满满父母亲的爱跟期待。希望你们走出了这个门之后，要上小学了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哦，然后以后有机会还要回来看我们老师哦，看我们园长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求天主啊，降福你们大家，每一个人都很能平安，很喜乐的，快快长大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会长。还有一位修女，猜猜看，请问怎么称呼她呢？悄悄话要鼓励你们的话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哦，你们真的知道我是小刘修女哦。哈，那大刘修女在哪里呢？哈，好。哦，其实今天真的非常开心。那诚如今天的那个主持老师们说的，是带着一颗祝福的心哦，来参与你们的毕业典礼。祝福谁？祝福今天所有穿红的衣服的。谁穿红色衣服？我。哦，你们都穿红色衣服哈，好。那今天真的是带着一颗祝福的心。那其实这一两年来，大家都非常的辛苦，我相信爸爸妈妈们一定也觉得蛮辛苦的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老师们也是蛮辛苦的，因为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多了很多的工作要做。但是哦，我们的老师们怕不怕？怕不怕？不怕呢。其实哦，只要我们很认真很努力的做好我们在这个防疫上该做的工作，我们用不用怕？不用怕。好，所以更何况我们在等幼儿园哦，还有天主做我们的最好的后盾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天主要帮助我们，也要我们自己先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工作。好，所以就不用怕了。今天我真的要诚心的祝福所有的小朋友，也祝福所有在这里的爸爸妈妈，来参与这个毕业典礼的爸爸妈妈。刚刚我进来的时候啊，就看到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们都很开心，表示你们很重视这样的一个典礼。那我个人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是，今天为什么我们老师们还等幼儿园从园长到老师团队们，为什么还这么勇敢的敢来办这个活动？其实个人很深的经验就是，无非要给每个小朋友一个很深刻的童年的记忆。好，那我自己觉得童年的记忆呢，支持着，应该是会支持着每一个小朋友，你从小走到大的一个非常好的动力。所以我在这里也邀请爸爸妈妈们，就是在陪伴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，尽量制造一些机会，让小朋友感觉到、经验到他是开心的，是快乐的。好，今天真的祝福大家，我也要诚心的感谢我们斗南幼儿园的工作团队。虽然我站在旁边，可是其实他们都不用我担心，好，每个礼拜回来看看他们。好，所以真的要诚心的谢谢他们，也我相信他们也会越来越棒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给我们的工作团队们一个很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
好，谢谢你们哦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准备颁发毕业证书。明班毕业生陈逸飞，要。刘其英，要。慢慢找，慢慢找。张正达，要。陈月彤，要。慢慢找。赖雨婷，要。林佑成，吴冠伟，要。黄博汉，张同瑜，要。简义安，要。邀请徐会长为我们颁发毕业证书。代表刘其英、林佑成，请出列。请袋鼠班的家长可以移动到袋鼠班的小朋友的位置上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袋鼠班毕业生许志勋、王虎耀、许佩欣、简静佳。徐会长为我们颁发毕业证书。
请出列。颁发毕业礼物。请颁奖人和毕业生代表合照。
德，张学宇请出列。合照。毕业生代表请复位。李正、敬礼，请颁奖人与毕业生合照。多一份感恩心，多一份成长的能力。感谢天主，感谢圣母，感谢每一天每一件事，感恩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更坚强勇敢。在这个温馨的夜晚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家长给孩子的祝福与叮咛。有请大象班沈轩的妈妈上台，讲孩子的学习点滴跟祝福的话语。Hello， 你们，园长、修女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家长，还有各位毕业生们，你们好。请问我是谁？非常好，这个是我等一下的梗，所以呢，请你们耐心等待。就很荣幸能够担任这第64届毕业典礼的那个致辞代表。那我心里非常的紧张，所以我还带着手稿。所以如果等一下表达不清楚的地方，请你们各位多多包涵。那薛颖和他的哥哥都是在南幼毕业的，都是在南幼成长的。那当初我在寻找幼儿园的时候，遇到了很多困难。在我辗转找到南幼的时候呢，我进来这边参观，第一个印象是，为什么这里的学生跟老师们的感情这么的好，包括毕业生们的感情也都非常的好。应该就是南幼的老师们很真心的对待的小朋友，所以小朋友才可以这样子的回馈老师。那到等到沈轩远进入幼幼班之后，他虽然有哥哥的陪伴，可是他非常非常的不适应。在 Miss 科和那个文秀老师的带领之下，陪着他们玩，陪着他们睡觉，陪着他们读书，让他们渐渐适应什么叫做学校，什么是学校生活。等到升了小班之后，薛颖的个性又要重新适应两位老师，更换两位老师的状况。可是还好，这个状况非常的短暂。那他慢慢的会表达，会向淑毅老师还有邱老师表达他自己的需求。那也会成为老师的小帮手。那进入中班之后，因为是混龄班，所以他是班上年纪第二小的小朋友，可是他却很喜欢照顾比他年纪小的小班朋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就是看到大班的哥哥姐姐们带领他们这样子，让他有那种感觉，说他也想要照顾小的。那这个时候他的个性依然非常的内向，可是呢，他可以向同侪表达他的意见，然后他也很喜欢一群小女生在那个厕所旁边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讲话，都不知道讲什么，我都不知道他们的话题是什么。他每次讲给我回去给我听，我就觉得这个有什么好说的？为什么他们叽叽喳喳一直讲一直讲？就是一个很欢乐的状态，对，你们都知道。那接下来就是，那他也很喜欢画画，很喜欢手工艺，常常都会带回家跟我们分享。那到了大班，到了大班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停课、复课又停课的循环之下，很多的学校的课程都做了变更，包括很多活动都停止了，母亲节的活动、圣诞节的活动，还有小朋友原本应该会有大班毕业旅行这件事情，也都因为疫情取消。可是老师们却另外用心的安排了其他的课程，包括去户外的写生，还有在学校里面种稻米，并且把它收割，把它吃掉。你们会在家里种稻米吗？对呀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。那再来就是还有。
到的马铃薯之旅、番茄之旅，还有拔萝卜之旅，这些都让小孩子除了在学校生活体验学校生活之外，还体验了校外的日常生活，这是我很佩服老师的。那再来就是我也很感谢老师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为大班生们举办了他们人生中第一个毕业典礼。我一直以为会取消，可能就没有毕业典礼这件事情了，但是老师他们非常的努力，为了要把这件事情办好。那我也很谢在这边谢谢所有学校的老师，还有厨房的阿姨们每天为你们准备的餐点，还有开娃娃车的叔叔们，开娃娃车的叔叔只有一个，不好意思，开娃娃车的叔叔他每天都四平八稳的开着车载着你们上下学，非常的安全，还带你们去户外教学，有没有？对啊。那其实轩颖这一路上成长了许多，我想在座的爸爸妈妈都看得到自己小朋友的成长。那我只想要说，在这个疫情的时候，希望你们如同我刚刚问你们我是谁的状况，你们用你们戴着口罩也能认出我是沈轩颖妈妈的状态之下，尽情的去挥洒你们的未来。如果你喜欢唱歌，请唱出你们嘹亮的歌声；如果你喜欢跳舞，请你舞出自己的旋律；如果你喜欢画画，请尽情挥洒自己的色彩；如果你喜欢阅读，请展现出自己的知识；如果你喜欢走路，请你大步的往前走；如果你还犹豫不决不知道要怎么办，请你蹲下来看看你的一花一草一木一世界，不管什么样的方法都会成为你的养分。最后我祝福第64届的毕业生们用力飞吧，谢谢各位。谢谢那个沈轩颖的妈妈很精彩的分享。接下来我们邀请七二班张学允的妈妈上台分享孩子的学习点滴，请掌声鼓励。好，那现场的修女园长各位老师还有家长跟南幼的小宝贝们，大家晚安。我是七二班张学允的妈妈，有点紧张。好，没事没事，时间过得很快哈，三年时光匆匆，就到了毕业的季节。好，然后呢，一转眼你们就长这么大了，时间过得很快，相信各位爸爸妈妈都这样觉得。那，今天呢是你们的毕业典礼，那你们要毕业了，你们开心吗？开心。好棒。你们知道吗？昨天晚上哦，睡觉之前，阿姨呀、啊、有问我们家的乐乐，问说：“乐乐，明天就是毕业典礼了，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”我们家的乐乐说：“我好开心哦。”然后问他说：“为什么好开心？”他说呢：“因为毕业就代表长大了，他要去读国小，然后他要学很多知识，认识很多朋友。”哇，我心里感到很安慰，他可以讲出这样的话。那你们也是开心的吗？是。哇，好棒，南幼的宝贝真的好棒。那阿姨今天在这边呢是要告诉你们每一个小朋友，其实你们都是很幸福的孩子，因为呢不管你们长得多么的大，你们在爸爸妈妈在老师好，在你们爱的人心目当中永远都是孩子，而且呢我们会永远的爱你们，你们要相信哦，有好多好多人的人爱着你们哦，知道吗？好，那最后呢我要祝福各位毕业的宝贝们，祝福大家，希望你们能够拥有一颗有智慧的头脑，然后呢有观察的眼睛，还有一颗诚实善良的心。好，然后我同时也要感谢南幼的老师园长还有修女还有各位行政人员，谢谢你们用真诚的爱对待这些宝贝们，因为你们对他的爱会成为他以后生命中一生的养分，谢谢你们，宝贝们加油好吗？好，那我们一起说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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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祝福大家要勇敢哦，毕业快乐。
谢谢那个学允的妈妈。毕业生致感谢词。心中的喜悦正在发
老师带领孩子们精彩的演出，请热烈的掌声。谢师礼。亲爱的孩子们，你们就要毕业了，回想起初你们当时入园时你们稚嫩的脸庞，因为适应环境而时有泪水，渐渐的你们将自己呢全然的交给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老师由衷的感谢，谢谢你们的勇敢，谢谢你们的对老师的全心信任。而新你们就要毕业了，希望你们能够坚强的面对未来，奔向梦想的蓝图，写上下一段精彩的青春花絮。亲爱的孩子们，祝福你有面对前景的勇气，挥动信心的翅膀，飞在宽阔的天空里，乘着梦想前进，用心的去领受未来的美，又爱去感受宽阔的世界，勇敢做梦，逐梦踏实。亲爱的孩子们，回忆点点滴滴的你，累积在你我的心中，我将永远记得，也希望你不要忘记。不管未来有多少风雨，要面对多少挫折，别忘了，老师会永远祝福你，也请你自己相信，勇敢相信与恨，用聪明与智慧，负责地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亲爱的孩子们，永远记得老师爱你。亲爱的孩子们，谢谢你给我这么多的欢乐小鱼。毕业生请向左转，向右转。毕业生请向左转，向右转。薪火相传，毕业生代表宋一成，毕业生代表宋一成将烛火传递给在校的学弟妹，象征着南幼的精神代代相传，生生不息，孜孜不倦。在校生代表宋佑恩，在校生代表挥动着梦想的旗帜，祝福哥哥姐姐们迎风飞翔，梦想起航，一帆风顺航向另外一个崭新的旅程。毕业生代表、在校生代表请复位。一份爱的传承与学习的接轨，在这个凤凰花开的温馨季节，期许毕业生们带着师长的祝福积极向前，梦想成真，毕业快乐。第64届毕业典礼礼程，1、2、3，我们毕业了，耶！我们现在要珍惜每一刻每一秒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小朋友会依序的从我们的红地毯走到外面去，所以我们请老师们就位。这个拥抱呢代表长长久久，我们希望小孩子带着非常深刻的记忆，这些老师爱我们，我们也爱孩子。哎，毕业生恭喜你们毕业了。来，我们来，老师们跟小朋友们一起拥抱。对，来来来，来这边。好了，我们恭喜每一位孩子的成长是那么的精彩，我们也恭喜孩子要离开我们，要更厉害。